昨天离职，果然秒批。徐静作为大厂公关副总裁，亲自下场做 IP，仅仅几天时间内呢，就从爆火到塌房再到离职。在那个让他爆火的视频中，他批评一位连续出差了50天的女下属，说我比你大十几二十岁，我没有说累，我还有2个孩子，我没觉得苦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你老公受不了了，需要你回去？你要回去就回去，以后升职涨薪的时候不要来找我。这话呢，除了语气的霸气侧漏之外，其实也透露出了他的思维方式。他不在乎的，别人就不应该在乎，比如说家庭和亲人；而他在乎的，别人也应该在乎，比如升职和加薪。被激怒的网友们就教育这位副总裁说："你只是级别比人家高，你无权决定别人在乎什么。"随后呢，网友爆出说，在这位副总裁上任之后，某度的公关部离职了很多人。或许真的是对很多人来说，不管给再高的薪水和职位，也不能买走我的全部啊。当然了，网友中也有不少人是支持徐静的，说他的话没毛病，看似无情，句句在理。的确啊，他的那句言辞激烈的话，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？我又不是他的婆婆，我要考虑的是他能不能给我交付结果。我们的关系就是雇佣关系，这句话确实都是事实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徐静在写道歉信的时候，心里应该或多或少的会感觉到委屈。作为高管，维护企业的利益，把工作做好，难道有错吗？但问题是，完全没有人情味的雇佣关系，真的能够让企业受益吗？所有人都知道河南的胖东来，员工每年休假140天，每周二闭店让员工陪家人，员工受了顾客的委屈，还可以领大几千的委屈奖，连保洁都是拿着高薪的。结果呢，去年净利润1.4亿，超过了永辉和大润发之和。而在徐静这一番高调对企业秀恩爱、对员工疯狂输出之后，却使得人们潜意识认为他所在的那家企业都是这个风格，对于企业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产生质疑。而徐静的那句"可以辞职啊，我秒批"，现在似乎成为了对他自己最大的讽刺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，为什么徐静能够一路开挂，从一位记者进入到多家大厂担任要职，拿到千万年薪呢？他身上的那股子狼性很。高铁要涨价了，而且幅度还不小呢。像武广高铁、沪杭客专、还有沪昆客专以及杭甬客专这四条高铁线路，将会在6月15号开始涨价，涨幅20%。比如说，从武汉到广州的二等座，从463块钱就会涨到553块钱。但问题是，五一之后，武汉飞到广州的航班价格都跌到300-400块钱了，这比高铁还要便宜呢。所以你说这高铁哪里来的底气涨价呢？实际上，2023年有36.8亿人次乘坐了火车，同比增长了128%。咱们全国14亿人，平均每个人坐了2.5次火车，创下历史新高了。而去年乘坐飞机的只有6.2亿人次，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呢。在飞机面前，高铁确实可以凡尔赛一下了。靠着方便准时，它可没少抢飞机的生意。那你说现在高铁不都已经是每天嗖嗖的在跑，哗哗的再挣钱了吗？干嘛还要涨价呢？事实上，虽然去年国铁集团扭亏为盈，营收1.24万亿，净利润33个亿，但是啊，这一点利润真的还不够国铁塞牙缝的呢。要知道国铁其实是个负债大户，到目前为止它的总负债超过6万亿，相当于2.5个恒大的负债额。6万亿啊，就算这个贷款的利息只有3%，那一年利息支出也会高达1800亿了。所以你说这个国铁怎么搞出来这么天量的债务的呢？其实就是因为修高铁这个事儿太费钱了。修1公里的高速公路成本3000到5000万，修1公里的高铁成本得1个亿，复杂路段甚至得2个亿。这里面最大的两块成本，一个是拆迁成本，一个是修建成本。在过去的15年里面，我们国家高铁的总里程从9000公里增长到了4.2万公里，而今年还要再完成1000公里的投产。4.2万公里，每公里1到2个亿的成本，你算算，这不就是几万亿的花费了吗？而且高铁在投入运营之后，还会有巨大的维修保养的成本。跑起来之后呢，每公里的耗电量就是几十度。2022年，国铁扛不住了吗？全面取消了限购。那现在全国还剩下6个地方存在着不同形式的限购了。这6个地方分别是北上广深、天津和海南。那这回像西安是全面取消限购，而杭州力度还要更大一些，不光取消限购，还买房送户口，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卷。像杭州名义上是二线城市，但是外号新一线城市啊。可是呢，这几年它的房价也已经跌到没朋友了，现在已经击穿了2017年的水平。如果再跌到2014年的水平，那就意味着得有一半的房子价格被腰斩，房奴们伤不起啊。那现在全面取消限购之后呢，外地人就可以随便买了，买房还可以上户口，主打一个老乡别走。
其实呢，在4月30号的那个重要会议一结束之后，全国人民就已经搬好了板凳，坐等楼市大消息了。但是呢，之前北京放松限购只是放开了五环外的，像挤牙膏一样的不疼不痒。紧接着，深圳松绑的幅度还要更小，只针对两类人：一类是没有深圳户口的，社保要求从3年减成1年；第二类是生了二胎的，可以说也是毛毛雨。而今天总算是等来大招了，上午杭州刚刚取消限购，下午西安也跟进了，看来都有点急眼了呀。不过呢，以前房子是越涨越强，那是在买它的金融属性，现在房子只剩下居住属性了呀，属于是实实在在的商品房了。既然是商品，那就得看供求关系。可问题是，供求关系是什么情况呢？到今年的2月份，全国新房的库存量7.6亿平米，创历史记录，而且还不断的有房子在建设竣工，所以总量上确实是供过于求。咱们就以杭州为例，今年4月份成交面积环比下跌了55%，除了核心板块还好一点之外，其他楼盘都卖不动。但是房子如果总是卖不出去的话，不光开发商压力大呀，还会拖累银行和金融体系，地方财政也会越来越吃紧。像最近我们看到水电燃气啊，什么高铁都在涨价，其实就是地方财政的补贴跟不上了。所以说呢，在4月30号的那个重磅会议之后，房地产的去库存大战又打响了。像杭州这次买房送户口，应该也是看明白了，想要卖没了吗？现在看起来，教师很有可能会是第一个被砸碎的铁饭碗。最近，厦门年薪20万、招聘没有编制的中小学老师1400多个岗位，来参加笔试的只有850个人。有网友说，宁要有编制的月薪3000，也不要无编制的月薪20000。看来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不是教书育人的理想有多吸引人，而是干到退休的铁饭碗更香呀。其实就在去年，这个教师资格考试的报名人数还高达1144万，比2012年的17万翻了66倍。但是现在看起来，说真的，当老师端铁饭碗的日子也许开始倒计时了。北京丰台区一份中小学教师区管校聘工作文件提出，对聘期内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教师，聘期结束之后学校可以不再续聘了。说白了，就是在尝试打破教师的铁饭碗。那么为什么连教师的铁饭碗也不牢靠了呢？其实除了财政收入压力大之外，更主要的原因是学生不够了。去年全国就有1.48万幼儿园关闭，有机构预测在校中小学生的人数今年达到峰值1.46亿之后就会加速下降，25年到28年可能平均每年减少1-2百万，28年到35年每年可能会平均减少3-4百万，到2035年中小学在校生的规模比2020年的1.4亿减少3000万，减少大约1/4呢。而且当时做这个预测的时候用的总和生育率是1.5，但是2021年总和生育已经降到1.15了，所以说最后的这个实际数据可能会比下降3000万这个数字还要多。根据中国人口预测报告，到2035年的时候，可能至少会有一半的小学因为学生不足被迫关闭，到那个时候全国可能会有150万名小学老师和37万名初中老师没有学生可教了。其实这几年有很多地方都在讨论教师退出机制，包括实行末位淘汰啊，甚至干脆就取消事业编，改成聘任制，合同期满续不续约看表现，总之呢就是要打破铁饭碗。还记得前几年深圳招中学老师，牛津、剑桥、清华、北大的名校生赴来了呀。最近呢，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的全部免签，而且要注意一个细节哈，这个外国旅游团的标准是只要2个人以上就可以了，也就是说两口子就能成团，相当于零门槛。今年2到4月份，仅德国的邮轮游客就来了10000多人了。今年1季度入境游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3倍，上海的外国游客达到了118万人次，同比更是增长了6.9倍。而外国游客突然大幅增长的直接原因就是免签。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3月，欧洲11个国家加入了我们的免签朋友圈，亚洲也有15个国家免签了，还有超过20个城市开放了144个小时过境免签，包括有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、广州、深圳、西安等等，反正就主打一个赶紧来吧。疫情前的数据哈，外国游客入境游人均消费2400美元，折合人民币17000，真可以说得上是移动提款机呀。要知道五一假期的时候，咱们人均旅游消费只有几百块钱呢。但话说回来了，老外钱多，但人也不傻，给他们免签的国家多了，干嘛非要来咱们这儿给咱们拉动消费呢？因为咱们都知道，疫情之后，欧美国家的印钞机赚的都冒活星子了，物价蹭蹭涨，但咱们这儿偏偏是消费降级，9.9块的生椰拿铁，13块钱两个汉堡的穷鬼套餐，他们哪见过这个？对呀，现在纽约五星酒店的起步价就得3000块钱人民币，咱们挣了只要一半就够了。北京地铁5块钱就能穿城了，在伦敦那得5英镑。纽约、伦敦的大都市体验加上泰国、越南的物价，也难怪美国有博主说来上海之前他有点担心会不会像朝鲜，结果一看
那是纽约加上旧金山。这些博主在咱们这体验了300公里时速的高铁，1块钱一次的小黄车，10分钟送到的外卖，然后再在自媒体上一展示，搞到外国人都看傻眼了。当然了，去年的时候外国钱包还遭遇过花不出去的尴尬，外国信用卡不方便支付，移动支付只能绑国内信用卡。结果呢，后面我们政策各种开路，移动支付已经可以绑外国信用卡了，还把老外们的单笔交易的限额由1000美元直接拉满到5000美元。结果今年一季度外国人移动支付的金额同比增长了接近11倍呀。还有学者建议说，干脆咱们也对美国放开，跌了一半吗？最近呢，有一篇高盛的研究报告刷屏了，他说我们这轮的房价总共会下跌40%，而目前只跌了一半，到2027年才能见底。为啥这么说呢？他把中美日三国的房价见顶的时间叠加到一起，美国房价是2006年见顶的，下跌了6年之后触底反弹，日本是1990年见顶，13年之后触底。所以呢，高盛就觉得了，咱们的房价走势会更像美国，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大，货币跟财政政策强势，跟美国就有很大的相似性，所以呢，我们不会复制日本长期下跌的模式，我们的房价会更像美国一样下跌24个季度，大约在2027年的3季度见底。怎么感觉这个结论有点草率啊？现在咱们的新房销售价格平均已经下跌20%以上了，有一些3、4线城市的二手房都已经腰斩了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批评高盛的这个观点，说城镇化还没有结束呢，还有一些刺激政策没出台呢，不会跌那么深。但是也有更悲观的，最近呢，还有一篇针对高盛这个研究报告的分析文章也引发关注了。这位作者的观点是，房子的超买情况对于房价见顶之后下跌的幅度很关键。咱们的房价前些年的暴涨就是因为超买。当初呢，由于买房抗通胀的这个言论特别的盛行，有一些人除了自住之外还投资了很多的房产，特别是2016年开始房子销售额猛增，2020年、2021年达到了最高点。那么2021年咱们的新房销售额16万亿，当年 GDP 是114万亿，新房的销售占到 GDP 的比例是14.2%，这个数字高还是低呢？2006年美国住房销售高峰的时候，这个比例是13%，但是我们的这个14.2%只包括新房，而美国的那个13%还包括了新房和二手房，所以实际上呢，我们比美国的超买情况还要严重一点。而1990年日本新房销售高点的时候，新房销售占到 GDP 的比例是9.5%，这个数字呢也比咱们要低。那如果超买严重，在楼市下行期的话，房价下跌，投资客为了避免损失，就会大量的抛售，从而呢加剧房价下跌。所以说呢，这位作者的观点是，如果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，高盛给出的2027年房价耍起了无赖。3天前，布林肯强硬声明说，任何国家不得停止使用或者是废除美元，更不得大规模的抛售美国国债，否则呢将会面临着华盛顿的果断回应。你看美国真的是非常坦诚啊，他总是把自己最害怕的事情告诉所有的人，当然了，主要还是告诉两个美债的重要持有方，中国和日本。咱们中国呢是美债最大的卖出方，2012年中国也曾经是美国最大的债主，持有1.3万亿的美债。到如今呢，虽然还是第二大的债主，但是咱们的持仓已经降到了7700亿美元了，几乎是砍了一半，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就抛售了700亿。但是呢，美债主要持有国当中，只有咱们中国在抛售，法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日本这些美国小弟都是在几百亿的买入，为大哥排忧解难。而日本则是美债最大的接盘侠，持有量超过1.1万亿美元，去年还又买了400多亿。最近日元不是在疯狂贬值吗？一个月贬了接近5%，上周那更是加速下跌，现在1美元可以换到158日元了。虽然说日元贬值并非一无是处，从好的方面看可以促进日本的商品出口和旅游业，但是坏的方面更多，因为贬值会使得日本在进口原材料和大宗商品时的成本增加，导致企业压力山大，只能通过涨价等等的方式来转嫁自己的成本给消费者，最后呢又会导致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。其实呢，日本现在手握着巨额的美债，它完全有能力采取强力的措施抛售美债回购日元，稳住自己的汇率，以防发生经济危机。但是在美国的警告下，日本可能只会减少购买，就算抛售估计也不敢抛得太多，这个汇率的亏啊就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了。日本现在对美国很重要，如果日本反水，大笔抛售美债，再加上咱们中国的抛售，就算其他的那些小弟加起来都难以挽救美国的债务危机。美债规模已经34万亿了，到今年年底预计光利息的支出就有8700亿美元，并且呢很快就超过1亿美元。而美国财政收入只有4.7万亿，本来就收不抵支了，根本还不起利息。想要避免违约，只能借新还旧，但不断的借新还旧呢，又需要不断的扩大它。中国制造呀，中国现在是再次超过美国，又成了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。2023财年，中印贸易额达到了1184亿美元，重点是咱们中国制造出口到印度的1017亿，印度制造进口到中国的166亿。
易，足足差了6倍。中国制造的性感全部都写在这个贸易逆差里了。在去年呢，有55%，也就有超过一半的印度人都买了中国的商品。那三哥们最喜欢哪些中国货呢？第一就是电子产品了，像什么手机、电脑，还有家居电器、玩具、日用品、服装、服饰等等。去年印度进口电子通信设备和电器产品将近900亿美元，其中一半都是 Made in China。而且不光老百姓离不开，就连印度制造也离不开中国制造。就比如说印度特别牛的仿制药行业，它绝大部分的制药设备和70%以上的原料药都得从中国进口。而反过来，印度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矿产品、金属等等初级原材料，技术含量不高。那么印度三哥们在网络上是怎么议论 Made in China 的呢？他们说，兄弟们清醒一点，我们没办法在10年之内完成别人30年的努力，更何况他们还更努力和更聪明。所有人都离不开他们的廉价商品，就算是欧美都无法挑战这个地位。就说中国的电动汽车吧，他们2010年就看到这个行业的潜力了，而印度人民党除了喊口号就是没用的承诺。看起来印度老百姓们真是比政客们更加清醒呀，与其禁止还不如学习呢。更何况中国制造的诱惑实在是无法抵挡呀，钱包是诚实的。其实自从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之后呢，就一直想加强印度制造，减少对于进口货，特别是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。印度进口关税率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。像几年前中印边境冲突，印度直接把很多中国 APP 给下架了，其中就包括 TikTok。 在封禁前，印度是 TikTok 最大的市场，但是呢 TikTok 一夜之间就在印度消失了。还有啊，国债都能被封炒，逼得交易所不停地拔网线。之前不是发行了一批30年期的特别国债吗？今天呢，这批国债是第一次在交易所里公开交易了，结果早上一开盘就疯了呀，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涨到停牌。那按照规定，交易所就拔了网线，好让大家冷静个几分钟。结果呢，恢复交易之后，仅仅又花了几分钟的时间，又给干到停牌了。100块钱面值的债权硬生生涨到125块钱，交易所没办法呀，只好再一次拔掉了网线。然后这个市场上，不管是炒股票的还是炒债的，看的都是目瞪口呆的。这是债券呐，虽然说在名字上多了一个特别的名号，但是票面利率也就是只有2.57%呀。每张债券每年只能拿到2.57块的利息，居然都能被炒成这样。在这呢，需要说一下国债的价格哈。就虽然说票面价格都是固定的100块，但是呢，不同的发行时期、不同期限的国债，它利息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国债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价格的差别就会很大。总体来说呢，那些期限越长、票面利息越高的国债，交易的价格就会越高。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哈，像目前市场上最贵的是19国债08，它的市场价能达到146块；排在第二名的是13国债25，它的市场价格是143块钱。所有国债面值都是100块，那为什么他们能到140多块钱呢？像146块这个是2019年发行的，期限50年，票面利率4%，每年利息4块钱，能固定拿50年。而143块钱的那个债券是2013年发行的，每年的利息有5.05块，能够固定拿30年。因为国债发行之后利率是固定了，但是咱们的市场利率一直在变呢。像中国这些年一直在降息，现在最新发行的一年只能拿到2.57块的利息了，但原来发的那些每年却能拿到4块甚至5.05块，那大家肯定都会愿意去抢这些利息更高的，价格不就自然涨上去了吗？结果就是降息越狠，原先的那些国债就涨得越猛。由于市场一直是在动态博弈的，总体他跟外交部长乘坐的直升机坠毁，9个人全部遇难，这枚重磅炸弹可是把全世界都给炸懵了呀。这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呢？伊朗会不会因此而报复呢？纽约金价今天因此大涨超过1%，创下2454美元的历史高点。避险资产难道又在涌入黄金吗？伊朗总统离世到底会对伊朗甚至对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？要知道伊朗是一个能源丰富的国家，它的石油储量有1545亿桶，世界排名第4，每天出产的石油300多万桶，占到全球3%，在欧佩克国家中仅次于沙特和伊拉克。有人可能会觉得了，只占3%没啥大不了的吧，就算伊朗掀桌子不卖石油了，别人一毛钱不就补上来了吗？比如说俄罗斯，俄罗斯每天的产量有3个伊朗呢。但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，看一下伊朗地图好了，它卡着波斯湾出海口的咽喉，像伊拉克、卡塔尔、科威特等等国家的石油出口都要从波斯湾出来。要是伊朗把这个嗓子眼一关闭，那可不是每天只减少300万桶了。伊拉克一天的石油产量就是400多万桶，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出口的。想想这两个国家可是发生过战争的，所以说现在的石油价格那可是相当敏感。
美国通胀数据刚刚有好转，金融市场刚刚松了口气，如果油价这个时候来个突如其来的上涨，估计美联储又得抓瞎了。预计的降息还怎么玩？难道得继续加息吗？那还不把自己的经济给拉爆了吗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过长期的观察，只要油价上涨10美元，全球经济增速就会降低 0.2%。 正因为怕事态升级，所以伊朗这边一出事，欧美国家赶紧火速的撇清关系，欧盟立刻提供卫星测绘数据，说帮助寻找和救援。美国也有高级别的政客表态说，没有证据表明这存在了谋杀行为，就连最敏感的以色列也赶紧表态说，以色列跟伊朗总统的遇难是无关的。大家都在刻不容缓地出来撇清自己，说明都后通牒了。大家接下来一定要密切地关注这60多家公司，因为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面，如果他们还不分红也不回购注销股份的话，就会铁定 ST 了，到那个时候股价很可能会连续跌停。所以呢，赶紧看看有没有你关注的公司吧。4月12号的时候，国务院不是发布了新的国九条吗？证监会交易所也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，也就是俗称的一加 N 配套措施。在这里面呢，首次把分红跟 ST 也就是特别处理给直接挂钩了。当时市场还一度传言说会有将近1000家公司被 ST 搞到无数的小盘股被接连的杀跌，不过呢，市场很快就辟谣说这个政策不是针对小盘股，也没有那么多公司会被 ST 的。但是根据刚刚结束的年报梳理， A 股还真的是有66只股票处在一个高危的状态里，在接下来8个月里面，如果他们还不分红或者是不回购注销股份的话，就铁定会被 ST 了。根据沪深交易所最新发布的规则，主板上市的公司呢，如果最近3年净利润为正，而且未分配利润也为正，过去3年累计分红的比例低于年均净利润的 30%， 并且总额低于5000万的话，就将会被 ST。 这主要是考虑到主板公司业务都已经比较成熟了，赚了钱还不肯分红，那不就是耍流氓吗？而针对创业板跟科创板的公司还相对会松一点，因为考虑到公司规模比较小，就把这个分红的门槛调低到了3000万元。另外呢，为了鼓励双创公司高成长，只要3年的研发投入超过营收的 15%， 或者是研发投入累计超过3亿元，就可以豁免 ST。 那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筛选之后呢，主板有55家公司，创业板有11家公司符合了 ST 的标准。因为这个新规是从明年的1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，那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不分红也不回购注销的话，就将会戴上 ST 的帽子了。接下来呢，赶紧看看名单里面有没有你关注的公司。其中在这里面，主板有28家公司，创业板有5家公司，都是明明有利润但是始终一毛不拔，一分钱都不分的。像这种顽固分子真的是需要重点注意了。要知道一旦被 ST， 股价通常都会迎来大跌，甚至连续会来吗？房地产对于经济的拖累是不争的事实了，取消限购限贷、买房送户口这类的政策都已经给出去了，但是疗效好像一般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彭博社今天出了个小作文呢，他说呢，中国正在考虑一项计划，让各个地方政府购买数百万套库存的商品房。如果这事儿是真的的话，那绝对算得上是旧地产的最大招了。所以呢，受此消息的影响，我们看到今天有多只地产股涨停，万科的债券更是大涨了20%以上。如果真是购买几百万套，全国重点城市有100-200个，那每个城市平均至少能有上万套。以杭州为例，目前库存新房将近4万套，要是直接干掉1万套，压力肯定就轻了不少嘛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哈，杭州的库存已经算是少的了，目前全国库存房屋总面积3.3亿平米，平均去化周期达到25.3个月，而这个数据得达到18个月以内才能算是健康的，现在是已经超过2016年时的历史高点了。即便未来不再新建住房，无锡的房子还能卖个5.5年的，重庆的房子还够卖9.8年，东莞的房子还够卖8.3年。所以呢，你看房子太多了呀，所以房价一直跌，但是房价越跌大家越是不愿意买。现在很多地方房价下跌的幅度已经超过首付比例了，再跌下去没准可能都要引发系统性风险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小作文说国家正在考虑要不要直接下场买房这个事儿，听起来并不虚。毕竟在年初的时候，黄奇帆就已经这么建议过了。他说呢，当房价下跌30%的时候，政府完全可以把库存的商品房买过来，改为保障房、租赁房。而就在刚刚哈，杭州临安区已经宣布了，说要收购一批商品房，用作公共租赁住房。难道这回的小作文这么快就开始兑现了吗？那政府下场买房，这个事儿效果会怎么样呢？其实2022年就有些城市已经开始试点了政府买房去库存，比如说苏州。